哎，球球，来，乖，随便，球球，来嘛，球球，慢慢开，慢慢开，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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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的太快了，我不敢给他来嘛，该换了，问你好多，对，回家回家。他又来了，那个母猫比较紧张，等它安定了一会儿。嗯，我们只能说看母猫状态，然后也是第一次当妈妈，它还是比较紧张。包括我之前去取崽时，手还没有碰见，刚刚摸着母猫的时候，它就一抖那种，比较紧张，一个紧张表现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刚刚那个幼崽没有还给它成功的时候，我们就现在就让它母猫继续的休息一会儿，安定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再尝试再把幼崽还给它。秀秀的子，好。小金子，慢点，2021年的中秋节，新手妈妈绣球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宝宝。因为是初产，没有经验，护崽心切的她虽然笨拙到手脚并用，却也溢出了满屏的母爱。生命本就是一个奇迹，我们何其有幸可以见证一个新生命的诞生，而且将陪伴她一起成长。未来的日子，请多多关照。成长吧，新手妈妈绣球，成长吧，我们的绣球宝宝。